没有行动，懒惰就会生根发芽，没有梦想，堕落就会生根发芽，时间越长，根就越来越深，到时候想站起来，就会是件很困难的事。拒绝拖延，拒绝懒惰，想要，就立即行动，与君共勉。图二，每个人一生都需要有两个这样的朋友，他有难时，你撑着，你有难时，他撑着，拥有这样的人生才无趣，才精彩。这就是朋友，这就是团结，这就是团队。我愿做你的其中一位。图三，小合作要放下自我，彼此尊重，大合作要放下利益，彼此平衡，一辈子的合作要放下性格，彼此成就，一味索取，不懂付出，或一味任性，不知让步，到最后必然输得精光。共同成长才是生存之道，工作如此，婚姻如此，友谊如此，事业亦如此。一，有时候生活轻不轻松，就看你选择了走什么样的路。二，拥有资源的多少并不重要，如果你不懂得利用，永远都是不够的。三，向你伸出手的人，不一定都真心想救你。四，你永远无法满足所有人。五，别放弃，再坚持一下就到成功彼岸。六，生活要懂得苦中作乐。七，方向不对，越努力越勇破。八，不要墨守成规，敢于创新才能打败对手。九，也许有一天你发觉日子特别的艰难，那可能是这次的收获特别的巨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